加拿大的马杰博士以牧师的身份来到台湾宣教，一手圣经，一手治病。为承继马杰博士爱与奉献的精神，马杰纪念医院与台湾戏曲学院共同以歌仔戏的演出形式重现当年马杰博士医疗传道的事迹。公视表演厅，大英来拍花，台湾竞赛马街。